偶像练习生这个舞台是要通过全民制作人的投票来最终决定你们的去留，你们当中只有九个人可以最终成为中国优质偶像男团。哇哦，好帅，哇，这么高，好 man， 哇，好高啊，好高啊，果然 ，Oh my god， 哦，秦飞。他们的服装也好整齐，好高啊！来来来，哇！加油！If I was your boyfriend, never let you go。喜欢这种感觉，就跟着节奏 go crazy。下面宣布练习生等级评价。 A 等级的有没有人，没有人。 B 等级的有没有人。 C 等级的有没有人，没有人，没有人。哇，怎么那么严格的，应该会是今天出现的第一个 A。 这个再不 A 我感觉不科学了。第一个 A， 爱奇艺悦享品质。